现在来的一个贵宾，他是我们宜兰县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林庆仁林理事长。邀他上来跟我们祝福一下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欢迎林理事长。理事长有请。有这个机会哈，来到这边哈，跟各位见面。今天的这个盛会啊，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精英哈，各地精英啊，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也让我见识到了这个盛会啊，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高兴。那么呢，好幸福的哈，那个家人呢，由樊姐哈带领的各位哈，让这个家族呢，越来越好。那我很荣幸的哈，受他们邀请过来。那么在这边呢，我希望呢，能够把这个歌艺呢，让全省各地的歌艺人都知道这个盛会都交流。那我也祝福呢，大会呢能够圆满的成功顺利，也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理事长，请坐。其实理事长啊，请外面爹啊。